欢迎来到三哥调书现场，我是仓鼠三哥。等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我们再开始调书。因为这个时间段是仓鼠刚刚苏醒，为了引仓鼠上钩，特意准备了仓鼠们爱吃的白菜叶和炸鸡肉块。发现里边有一堆可爱的小仓鼠，还没有睡醒，把它们叫起来，差一点就成功了。我准备了第二顿白菜叶。但这次能钓到仓鼠，我放下去那一瞬间，有很多仓鼠已经被这美味的食物给吸引到了，好像成功了。一个优秀的钓鼠人一定要用最美味的食物钓最贪吃的仓鼠。你看这一次，这只全部不见了，是钓回来，钓成功了。我的鱼缸里。不，我的鼠缸里终于多了一只可爱的小仓鼠。钓鼠最重要的就是耐心。看，三哥已经犯大法，钓了两只可爱的小仓鼠，我非常的满意。但是三哥是一个有追求的人，钓最大、最狡猾的仓鼠，这样子的仓鼠才有成就感。抓住它！今天抓住这只大鼠，据说它还特别爱钻笼子和鞋子。钓到了大鼠，小鼠只要等养肥后再钓就可以了。这样子，取之有道，用之不尽。我们最后把我们钓鼠的鼠粮给这些小仓鼠，这样子它们快快长大，我们就可以再次钓鼠了。这只大鼠，它比我懂得